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欢迎你来参加 QBC 线上祷告会。我们今晚祷告的主题是人的价值与尊严。神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，他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，给予了我们价值和尊严。而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借着聆听神的话语、诗歌和默想，来为自己祷告，为身边的人祷告，也为上帝所创造的全人类来祷告。这时候就让我们安静心，静默在神的面前，向神敞开我们自己，求神的灵自由来运行。在神的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让我们进前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进前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生灵
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随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生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神说：“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，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。”于是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。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，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，充满这地，征服他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生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，神说：“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，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。”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。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，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，他就赐福给他们，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，充满这地，征服他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
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生物。圣灵啊，求你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来做更新、改变、眺望的工作。我们要谢谢天父，你按着你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，但是我们同时也非常的清楚，因着罪的残累，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更要感恩，因为如今我们都蒙了神你自己的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得救，使我们白白称义。天父，你差派耶稣来，不但要彰显神你自己的形象，你更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恢复你自己的形象样式，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形象样式得以恢复，有价值，有尊严。天父，我们要赞美你那奇妙的作为，赞美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。借着耶稣，我们可以重回到天父的怀抱，因着福音的大能，神荣美的形象样式得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恢复过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要感恩，这时候就让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，向父神献上我们的敬拜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歌颂他十架奇妙的爱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恩典，我心感恩。
生命从此不再一样，带我重回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你甘心卑微顺服，生命在世释迦的爱，何等奇妙，造物我所求所想，洗净我罪，脱离污秽，穿上公义洁白衣裳，释迦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，带我重回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，释迦的爱何等奇妙，造物
始的全能的创造主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要赞美你。的确，万国万民都要来向你跪拜。哦，全能的创造主，我们的阿爸天父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向你发出我们的呼求。求你使用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来医治我们，帮助我们脱去罪的缠累，以致神你在我们那荣美的形象，借着你的恩典，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得以恢复，恢复神你造我们的荣美形象。我们要向你呼求，哦主啊，你的灵要来触动我们的心，你的灵要来向我们说话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缠累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。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缠累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。永在的神，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等候耶和华必重新
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自由地来领受圣灵的恩膏和大能，使神的能力、福音的大能的能力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活出那自由的风采，是属于神荣美形象的风采。这时候我就邀请弟兄姐妹有一段个人默想祷告的时间，让我们向神献上感恩，因为我们的价值和尊严并不像世界的价值观那样，我们的价值和尊严完全在于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，所以我们要感恩。我们也要求神的灵来监察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心思，试验我们，知道我们的意念，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求神的灵来引导我们走永恒的道路，更要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彰显出他的荣美属性，他的仁爱、怜悯、良善、公义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谢谢你爱我们，我们要再次的谢谢你按着你的形象样式来创造我们。天父，我们的心意也是要来爱你，我们要来全心全意的来爱你，我们要向你呼求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，我们也不能够靠我们自己来恢复神你起初创造我们的荣耀，我们唯有靠你的恩典，靠耶稣的十字架，靠你的救赎。所以求你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，除去一切罪的缠累，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神你自己的形象样式。因为天父，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，我们要定睛仰望你的荣美。当我们定睛仰望你的荣美的时候，你的荣美就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。 Amen。 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容
上一切变得暗淡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？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变得暗淡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？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能不能赐我力量，让我更多爱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Amen。 弟兄姐妹们请坐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即使此刻我们分散在不同的角落，但是同一位的圣灵要引导你和我在祷告中同感一灵。我请在家中的你跟我们一起的来读马可福音12章33节。马可福音12章33节，一起来，我们要用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他，并且要爱人如己，这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物好得多了。再来一遍，我们要用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他，并且要爱人如己，这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物好得多了。弟兄姐妹，经文说到，我们不但要用全心全意全力爱神，同时也要用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人，如同爱自己。因为人都有神的形象，原来爱人的力度要跟爱神一样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我们也深知，要爱每一个人是难的。有时候，特别是越亲近的人，摩擦就越多，受伤也更深。特别在这段阻断措施的期间，大部分人都在家中工作，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相处得怎么样？甚至是属灵大家庭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会因为有人的不完美而有破裂的关系，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。现在让我们把这破裂的关系带到神的施恩座前，我们来求主来怜悯我们，更新我们看待人与人之间的眼光，并且医治我们的心灵，帮助我们愿意让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来修复一切破裂的关系。在此刻，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时间，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祷告。
是的，主，我们知道，在你施恩桌前真诚的祷告，
你必定会垂听，我们感谢你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的为这以下的一些的群体，我们一起的来守望，为他们来祷告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新加坡有许多街头露宿者，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后，我们的教会有机会参与这个事工。女王镇静心教会以4月20日获得 MTI 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批准，成为 S3P。 那么什么是 S3P 呢？那就是 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， 简称 S3P 就是社区安宿处，让一群街头露宿者有临时居住的地方。我们的神是一位垂听祷告和供应一切需要的神，教会不会因为阻断措施而关闭，成为空荡荡的建筑物，反而可以成为街头露宿者临时住宿的地方。4月25号星期六，联合早报刊登35宗教团体以机构让露宿者有安身处， QBC 就是其中的一间。露宿者在这段期间被逼离开街头，若能说服他们接受援助，就能帮助他们长远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。这就是上帝给教会的一个契机，可以服侍有软弱和有需要的人。目前住在 QBC 的街友有16位，当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人，有年轻的，有年老的，有华人，有马来人，还有印度人，有工作的，有部分工作的，有20多年已经没有工作的，多以家人不和的，有一些是身体软弱的，有的因为疫情出入境管制滞留本地，有家归不得，甚至是多年流离世所的人，各种不同背景和许多辛酸生命故事的人，就如此的放在一起，并暂居在我们这里，而教会却在这个时候成为他们的避难所。在这个时刻，我请弟兄姐妹为以下的事项一起来祷告吧。
弟兄姐妹你们好，今天我们要为这外来的客工来祷告。这些客工们离开他们的家乡来建立我们的家园，但是如今却不能工作，失去自由，甚至呢面对健康的威胁。而政府也全力辅助住在43个特制的客工宿舍的客工们，但是呢还有好几万的客工需要更好的住宿和帮助，比如那些住在那1200间工厂改建的宿舍，他们当中有许多的客工需要一些日常用品和经济辅助。感谢主，我们有机会认领了其中的两间，有85个客工，而每天早上呢，我们必须在5点之前把他们早餐送给他们，并且呢，也负责他们的在经济上负责他们的午餐和晚餐，直到这阻拦措施结束以后。而这两间的宿舍当中呢，他们已经有好几天碰到一些的挑战，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他们的时候，我们是满心的感谢。特别这次我们为这的这 QBC 我们参与这个服侍这个认领来祷告的时候，就是为这我们每一天能够把那些食物带给他们，我们这些义工的司机们，神能保守他们的健康和安全，也让我们能够借此呢跟这些的客工建立一些的关系。我们也继续为这整个的局势来祷告，为着神保守他们，特别在这时期的时候看到生命的脆弱，并且呢能够愿意的向福音来打开他们的心门。现在在你的家庭中或在你小组中，我们一起聚集呢来花点时间为他们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安静时间来祷告。
最后，如果你是家庭一起祷告的，我就请家中的父亲或者是丈夫来带领这个部分。请你一起的带领你的家人，为着你们家中常常接触的一个群体来祷告。你知道他们需要神的爱，需要人的认同以及善待的一个群体，可能是小贩中心的员工，是 Grab 的送餐员等等等等。你可以带领家人为这些的群体来守望。如果你是自己祷告的，你可以按照自己心中的感动，同样的把一个群体带到神的施恩座前，让神的爱来触摸他们。Thank you.
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要感谢你把尊荣的形象赐了给我们。即使人犯罪而堕落，但是你仍然的因着爱，透过主耶稣的救恩来赎回所失落的一切的失落了的形象，把尊荣归还给我们。主啊，你也给我们恩典去尊荣不同的群体，学习怎么去爱人，透过服事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的荣美，叫我们知道耶和华神，你的心意是要在你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，使孤独的有家可以居住，领被囚的出来到丰盛之地。愿你父神继续的为 QBC 以及所有的家庭打开还有修平这条服事以及祝福更广群体的道路，叫更多的人因认识你的名而欢呼。祷告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时候邀请你一同在神的面前站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《十字架的呼唤》。主耶稣因着爱进入我世界，献生命为宣扬天国福音，我生命的释放压制的自由，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。但是圣父的慈爱、圣子耶稣的恩典与圣灵宝惠师的恩膏常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能够活出个人的这个神的样式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Thank you.